Hello， 我是小玉。Hello， 我是笑笑。各位啊，小玉呢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学过了一点跆拳道，而那时候小玉在学跆拳道的时候就一直抱有一个疑问：那些木板真的劈得破吗？那些木板真的可以劈得破吗？那些击破木板真的可以劈得破吗？嘿、hey, ，你有学过跆拳道吗？你是有学过柔道吗？你可以不要一直攻击我吗？莫名其妙要吃。所以为了破解这个童年的疑惑，小玉买了一些击破木板，差不多100片吧。大家看到小玉的筋道就知道到底小玉的力量有多大。等一下呢，小玉就会挑战一次劈掉100片。反正等一下呢，小玉挑战100片，如果受伤的话，你们就不要拦我了。没拦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Let's go。这太安静了吧？我来劈哦，拿好，3、2、1。好帅哦！快点，快点，3、2、1，哎，3、2、1。痛吗？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哎，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很像打木板，一片 OK 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就来劈100片，好2片，98片 OK， 那我们就来破。哇，你知道这些东西会让我想到什么吗？什么？阿基斯，来哦！你要徒手、哦，不然怎么办？那么强哦！98片 OK 了，好不好？对我来说，这种我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讲，空投啊，一定很大声，一定很痛。3、2、1，好实哦，那个声音好实哦，好好笑。手刀不是我专长，正确。好了，3、2、1，好痛。烂实验。我试试看。你不用试啊，你把它抽死就好了。你走走看就知道了，快点啊，快走啊！出来了，你很烂哎、欸，你是男子汉啊？我不是啊。好，反正你们知道嘛，想也知道，一定不可能劈过98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以为我今天就只做这样吗 ？No， 你太天真了，孩子们。Mr. 一刀断罪。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，你刚刚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一刀断罪。是什么奇怪的名字啊？直接手里面的刀。准备好，3、2、1。2片 OK， 这次的实验终于解开了小玉十年来的疑惑。一般人有一点力气也是挤得破这个东西的，一片是劈得破，但是你们也知道100片是不可能劈得破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丑人，因为你是丑人到黑带，就是个空虚无比的实验。 OK， 我是小玉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，喜欢这部影片可以分享哦，随时动态得到 FB IG 全赞。我是笑笑。 OK， 我是小玉，酷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